吃饭，马上上场。老鼠爸爸，今天吃猪脚，
特别香。今天吃这个真的扣肉，还带收到。糯米笋炒腊肉，特别嫩脆。
这边又吃面哈，干拌的就是好吃。今天吃猪头肉，薯片。泥鳅，小龙虾。Thank you.
Thank you.